是发生在广州，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工作，但是在清河这边，而且他当时直接就给我发那个，说迷路了。我本来是想去找他，然后但是他说他想看能不能自己标出来，然后我就一直让他给我发照片，然后我给他退，我说这是哪儿，想告诉他往哪边走。就全程也没有打过电话，也没有语音过，没有，就是一直他一直在给我发消息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。也是不太好意思打电话，或者说不太习惯，以前打电话经常。他送上来之后，他就说这个车觉得很难找呀什么的。他说，那个他问别人，然后这条路怎么走，但是他走反了，然后走反了呢，然后又走错了，他又问，然后发现又走错了。他说有的地方他走反了，又来回走了几次，然后最后才找到地方。但是他走的时候发一条短信嘛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是大学生兼职，我觉得也蛮像的，因为他看起来就长得比较像，就是像你的高中同学，就是像班级里成绩比较好的那种，就挺小的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